我手中这就是咱们的全自动口罩机生产出来的一次性医用口罩。这个口罩的原材料呢是由三层布组成的，外面是无纺布，是抑菌作用，中间这一层最关键是熔喷布，它主要是隔离病毒用的。这台机器呢是把这层三个原材料拉着往前走，到这儿进行打褶，然后到这儿呢，这个分配机呢，它的作用是把切片机切出来的口罩分配到两个焊机上去，因为这台机器的速度比后面的机器快一倍，这样分别送到两个耳带焊机之后，两个耳带焊机以每分钟50片的速度把这耳带焊接完成，这个耳带焊完之后，口罩就制作完成了。